这哎呦，这也出现有磕皮啊。这个是山水。桃花美女。这多少钱？那个是六百买的。嘿嘿，六百。最低就是六百五，得挣50块钱。现在就是上下配的啊，嗯。自杀也行。哎，那玩意不行。咦，这三年的安哥，清的，晚清民国，特色。这。这全品吗？它里面有那个鸡爪。不是，哎，毛利它冲了，没冲到皮儿。都冲上来了。没冲上。这实卖价多少？哎呀，少不了多少。2万。哎，少不了多少，少不了多少。能少多少？能少多少？我跟你说吧，我跟你说，给过1.2万以上，你再说。哎呀，那我给不到。给不了就不用说。好吧，欣赏一下。10件12000，是吧？啊，这两个完整，这两个有，就两个是全品。那这两个全品，12000。这顶不住，顶不住也没办法。上个给1万，我没得给，没给，是吧？就上个相机都给到10000了啊，给10000我都没给。哎呀，好吧。这不是中起来了，说好了8万8，他就不8万。我说你那就别拿了。残的8万块钱，嗯，是这种菱形的，对，它只要够好也行啊。这空间取叫美女，在美容处拿，嗯，这是个好像是个特殊器型哈，对，比较特殊的。特殊的话啊，您这画儿多。字画的瓷器我也是喜欢了，就买。那个人是跟我说好的，画我不是很懂，太高级了。这个是他跟我说好了，又不说了，给钱了，又给房了，我说那就算了。哦，是个缠枝莲的，缠的。咦，那这缠挺厉害啊。嗯，对，喝了。是在全品，这绝绝对对好的。全品也就不是那价了，全品肯定就不是那价了。哎，这真漂亮。这个就这好说，就这个。这跟人家说好8万。他这不是他跟我说好8万8，给钱了也只给8万。我说那你就算了，你先拿。好吧，这我只能。都过起来了嘛，只能欣赏欣赏。那个箱子也是他找的，这也是他找的，这都是他找的，就我好了他还跟我说。嗯，给你8万，行吧。